是收集狂，您现在所收看的是新竹市112年市长杯健美健身锦标赛男子健美组，而这次我要介绍的量级是男子健美75公斤以下，这个量级共有8位参赛，虽然有8位，但是当天裁判决定这个量级不用分成初赛与决赛。这8位参赛者分别是谢博生、吴涵佑、钟建奎、赵根礼、温卓然、郑文玲、蔡承轩、曾伟志。那最后结果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当天的比赛片段。紧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男子传统健美75公斤级的比赛，请我们的带队裁判将我们的选手带到舞台的中央。好，我们的选手位置，请再往右手边，往右手边再一小步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进行选手的介绍。186号谢博生选手，194号吴涵佑选手，195号钟建奎选手，196号赵根礼选手。197号温卓然选手，199号郑文玲选手，200号蔡承轩选手，201号曾伟志选手。好，我们八位选手会直接进入到最后的决赛。我们先进行七项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勾二头肌。第二个动作，正面后背肌。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。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勾二头肌。第五个动作，背面后背肌。第六个动作，侧面勾三头肌。第七个动作，正面腹肌及臀肌。带队裁判，我们选手左右位置互换。好，我们一样进行七项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勾二头肌。第二个动作，正面后背肌。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。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勾二头肌。第五个动作，背面后背肌。第六个动作，侧面勾三头肌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的腹肌及臀肌。
手放松。好，那么请186号选手留在舞台的中央，我们进行一分钟自选动作。我们其余的选手请先到舞台的后方。好，我们186号选手一分钟，音乐请开始。194号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195号，音乐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196号，音乐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197号，音乐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199号，音乐请开始。
好，谢谢200号选手。音乐请开始。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男子传统健美75公斤级的比赛前六名的选手。好，我们请选手推到舞台的后方，我们的舞台后方是成绩宣布，第六名194号吴涵佑选手，第五名201号曾涵智选手，第四名199号郑文林。好，我们请其他三位选手，我们往中间前三名的选手。第三名186号谢博生选手，第二名197号温卓然，恭喜冠军。195号钟建奎。好，我们邀请两位我们的贵宾来为我们颁发前六名奖状，还有前三名的奖牌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冠军选手钟建奎选手，稍后也可以参加我们全场总冠军的排名赛。好，另外我们也感谢我们大会赞助厂商战神阿路二。提高我们冠军选手各1000元的购物金，还有我们的强生乳酪蛋糕，也提供我们冠军选手的乳酪蛋糕1份。那我们这一次也非常多的赞助厂商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资讯册，还有在我们的舞台，都有我们来自我们全国赞助健美运动非常优质的厂商，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啊，可以来到我们的厂商的摊位来进行消费。好，谢谢，我们请前三名的选手留在舞台上面。好，我们一起啊做出我们的这个侧面攻三头肌的动作，侧面攻三头肌的动作。好，我们试试往中间再靠一点点。好，往中间，我们的选手，好，这样子让摄影师可以把我们三位选手精彩的动作都一起抓进镜头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再一次恭喜我们前三名的谢博生、温卓然以及钟建奎选手。以上是我为你介绍的影片，想要认识更多更好看的健美比赛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。我会在每个六日首播哦。